江湖之中，雨血从未停止过。习武之人都清楚，招式间歇会露出破绽，只要习得连招之要义，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。连招假若辅以心法，可以加倍提升杀伤力，杀意将获得更加强大的威力。连招之练乃万千幻化之本，智者善于驾驭杀意，与连招内部平衡杀意收之，可获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巧者擅长将敌人架空，通过在空中施展连招，不予对手任何还击的机会。速者出招快且狠，空中招式与地面招式紧密相连，战斗中你会积累怒气，怒气满后会激发出终极技能天绝地裂。人当杀人，佛当杀佛。